哦，不好意思，刚刚 Facebook 有一点 technical issue，我就直接被闪退了。不好意思哦，大家，刚刚 Facebook 突然闪退了，那个直播直接关掉，麻烦大家再进来这个新的直播间。不好意思哦，直接闪退。哎，不好意思，大家刚刚的直播间突然闪退了，然后现在欢迎大家再 share 给你们的家人，姨妈姑在吉兰吉兰阿邦阿爹，快点来，我们这个新的直播间，Hello，刚刚颁奖颁到一半 ，Hello。Hello，大家晚上好。不好意思啊，刚刚Facebook 突然闪退了，所以麻烦大家进来这个新的这个直播间。Hello，大家晚上好。先是没有问题啊。来，进来的家长和小朋友跟大家 say hi。哎呀，头发乱了。然后我们再等待一下其他人到齐哦，因为刚刚突然 Facebook 闪退了。所以，刚刚的直播间直接马上 can end 掉。Hello，Hello，早，晚上好。哎 我是今天的 MC，我叫 Johnson。大家 CMCO 还过得好吗？每天只能待在家。来，进来的家长小朋友跟大家 say hi。这次我们的绘画比赛呢，总共收集了85位小朋友的报名。和作品啊，非常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和支持。每位小朋友都画得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的评审也花了很大的心思去评审和评价。哎，早上好，拍谁拍谁，晚上好，晚上好。UFB 了。OK，这么时间不早啦，也不要耽误大家太多时间。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我们的颁奖典礼。耶，大家紧张吗？来点紧张的 music。OK，现在呢，我就来宣布 A 组4岁到6岁小朋友的冠亚季军得主啦。首先呢，A 组季军得主是我们的涂小星，涂小星小朋友还是他的家长有进来我们的直播间吗？恭喜我们 A 组，
A 组四岁到九岁的季军涂小新 ，K， 这样接下来我就来公布 A 组亚军黄柔宇，恭喜我们的 A 组亚军黄柔宇，有在吗？来，接下来我就来公布我们的 A 组冠军。我们的 A 组冠军小朋友是庞宇阳，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庞宇阳获得了 A 组的冠军。哎，怎么大家有在的小朋友打跟大家 say hi。然后接下来呢，我就会公布我们的 B 组冠亚季军得主啦。首先呢，我们的 B 组十岁到十五岁的小朋友，季军得主是林星慧，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林星慧，是我们 B 组的绘画比赛的亚季军，恭喜恭喜。恭喜我们的林星慧。然后呢，这次的接下来我就会公布我们的 B 组亚军啦。我们的 B 组亚军得主是Kairunisa Idana Idina Binti Kamaro Hafiri， 耶！恭喜我们的 Kairunisa Idina 成为了我们 B 组十岁到十五岁的亚军，恭喜恭喜！来得奖的小朋友或家人可以给个爱心哦。接下来来到了非常紧张的环节，就是公布我们 B 组的冠军得主啦。我们的 B 组冠军小朋友是美山，恭喜我们的美山成为了我们 B 组十岁到十五岁万圣节绘画比赛的冠军，恭喜恭喜。有在吗？美山小朋友或者是他的家长，恭喜恭喜。哎，我怎么看到了很多个哭脸，很卡吗？会很卡吗？哦 ，Fanny Lau，OK， 恭喜我们的美山，恭喜恭喜。OK， 这样我们已经，忘记给你们说了，这次我们这个万圣节绘画比赛的冠亚季军，我们有准备了一样，我们也是准备 Desco Cash Voucher。OK 呢，季军呢将会获得40块的 Desco Cash Voucher， 它的 expire date 是一年呐，然后呢。我们就会跟奖杯一起寄给你们，然后亚军呢就会获得60令吉的 Desco Cash Voucher， 然后冠军就是我们80块的 Desco Cash Voucher， 所以这些 Cash Voucher 都会跟奖杯一起寄给你们。然后再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 design 啊， OK， 这就是我们冠亚季军的奖杯设计，当当。然后呢，我们
我们呢，这次我们也给了我们的奖杯 double protection，就是呢，里面呢已经包了一层泡泡纸，然后外面再包多一层这个报纸，所以防止它损坏啦，在运寄的过程当中，所以你们收到的时候可以放心哦，它会完美无缺的送到你的家。然后我们明天就开始寄出啦，你们就敬请期待收你们的包裹，OK。然后也麻烦各位家长WhatsApp 我们写一下你们的收件人的国语名字啦，因为有些家长他给的是华语名字，然后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国语名字，然后就麻烦你们看了这个直播过后就 WhatsApp 我们。你收件人的国语名字咯，小朋友也可以，家长也可以。OK，事不宜迟，接下来，然后呢，然后呢，然后直播完了过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把这个 voucher，分别的发给你们。这个 voucher 呢是CRA eBO sponsor 的，每一位的小朋友都会获得2个小时的 robotic class。然后呢，这个 voucher 是每一位参赛的小朋友都会得到一张啦。然后你就可以联络我们的工作人员016751-8701，然后每一个的班呢，它是 limited 3位小朋友，所以你们要参加的话，就赶快去 WhatsApp 我们的工作人员啦，这不是CRI 的工作人员，这个 voucher 呢，它只能用在这个怡保分行的咯，如果你是 Selangor 啊、Johor 的分行的话，就不能用，你只能用在这个 eBO 的分行。所以更多详情，你可以收到这个 voucher 过后，你可以去找我们 CRA 的工作人员啦。OK，谢谢你们。OK，时间不早啦，那我们就来公布我们人气奖竞赛的得主。OK，也非常感谢所有家长，非常非常非常热烈的拉票。我看到每一个 post 都是几百几千个 share，哇，真是太谢谢你们的拉票。我们这次人气奖主要也不是说，要得到什么奖杯啦，主要也是我们目的是要，发布小朋友的作品去到Facebook，然后让他们可以切磋一下彼此的彩色和绘画技巧咯，看看别人的作品怎样啊？然后自己又可以提升哪一方面？OK，这样我名单也是在我手上了，然后我们就来公布 A 组人气奖的得主啦。竞争非常的激烈，他几乎每一位小朋友的得票都是差不多的。OK，首先我们先公布第10位的人气奖得主，有的就是我们的超英智，他总共获得了299票，耶！恭喜我们的超英智。这个票数呢，我们是已经扣除了，是他是在11月15号11:59截止的，所以如果今天的票数可能会更多，可是我们是以15号11:59为标准啦。然后呢，等下我讲的这些票数都是已经扣除那些废票了的，就是没有赖我们的主页或者是没有赖小朋友的照片啦。OK，然后有了就是我们第9位的小朋友，就是严宇轩，他总共获得了312票。然后有的是第8位庄佩琪，他总共获得了404票。第7位陈敬轩，他总共获得了453票。然后你们可以发现哦，每一位小朋友的
得到的票数是差不多的，所以竞争非常的激烈。 OK， 接下来我们有第六位，有的就是我们山菜叉苏万，他获得了413票。 OK， 有的是第五位苏温病，他获得了515票。接下来第四位黄杰宇，他获得了596票。我忘了跟大家说，这是我们人气奖的奖杯设计啦。 OK， 接下来是第三位杨念莹，他获得了698票。接下来第二位李子乐，704票。OK， 接下来最后的就是第一位李雨熙，他总共获得了722票。恭喜恭喜恭喜这十位的人气奖得主小朋友，也谢谢所有家长非常非常非常热烈的帮小朋友拉票啦，恭喜你们，也谢谢你们。 OK， 所以这个人气奖奖杯也会一起寄给你们哦。OK， 还有的就是呢，这是刚刚冠亚季军没有练到名字的小朋友都会得到这个讲座，这个是优秀奖。OK， 鼓励。OK， 来，接下来我会公布 B 组的人气奖得主小朋友啦，有的就是第六位李佳诗，他总共获得了318票，恭喜我们的李佳诗。来，接下来第五位翁新印，他总共获得了322票，恭喜恭喜。接下来第四位美山，也就是我们 B 组的冠军美山，他获得了620票，恭喜恭喜。来，接下来第三位吴凯莹，他获得了507票，恭喜我们的吴凯莹。然后接下来第二位林新慧，他获得了771票。接下来这个我们的 B 组人气奖第一位的是叶泽瑜，他总共获得了905票，恭喜恭喜，谢谢大家的谢谢所有小朋友非常非常用心的作品，我们也非常鼓励大家继续完成更好更棒的作品给大家啦。 OK， 谢谢所有小朋友和家长的支持，然后明天开始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奖杯寄出去，然后可能沙巴沙拉瓦的朋友可能会晚一点收到啦，因为因为现在沙巴沙拉瓦就 lockdown 嘛，所以可能会需要2-3星期才会收到啦，然后西马的朋友可能预计是一个礼拜就会收到所有的奖杯了。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优秀奖的奖杯设计，然后这是人气奖的设计。 OK， 所以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万圣节 Happy Halloween 线上绘画比赛的直播颁奖典礼。 OK， 谢谢。Easter 哦，我们之前就已经讲了的，就是A 组就会有10人气奖，然后 B 组有6奖，根本看不到。还有人人有奖的啊，这个啊，这个就是我们人人有奖的奖杯啦。OK， 得影。OK。
OK，谢谢大家，宝贵的星期三收看我们的直播颁奖典礼，然后再进入一下广告时间哦，就我们现在有举办了这个线上数理常识比赛，然后我们的有开放六个组别，是1到6年级，所以有兴趣参加的小朋友和家长，就赶快联系我们的客服。0175056251来进行报名啦。Chloe，奖杯是没有印名字的。哦，还有就是呢，这个尝试比赛的奖杯设计已经印在这个 poster 了的。OK，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然后我们就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颁奖典礼啦，谢谢大家，晚安。走之前画一个爱心，送一个爱心给你们。OK，谢谢大家对 Smart Kid 的支持，然后非常感恩，谢谢你们。来，大家晚安，拜拜。希望我们的 COVID-19 快点结束，我们就可以举办很多很多的线下绘画比赛啦，谢谢大家的参与，拜拜。晚安。OK，拜拜，晚安哦。好紧张。拜拜。